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，不好的，等下要我就要特别为你按手祷告，五分钟再五分钟啊。OK， 好，感觉有不一样了啊，整个台上的设定哦，然后声音也不同了，好像做了一点 upgrade 是吗？好、哦，感谢主啊。那有机会要给他讲见证，可能在小组里面。OK， 好，今天我没有 PowerPoint 哈，其实是刻意的哈，因为有时候要有些图案要 show 啊，有时候不要我就不太依靠它，然后两方面都去特别训练我自己哈，来讲到。有时候在特别在 Zoom 啊，如果有好多。不同年龄层的，你会发现有不同样的 technical problem。甚至我也发现有一个小组长哦，曾经试过这个 PowerPoint 放不出来，结果就好像就不会讲到了。所以我们就多方面的去练习，让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涌流。我要讲的东西是很简单的，教导大家或者是跟大家分享怎样做神的儿女，一起说神的儿女。 OK， 今天我身为今天晚上的讲员，万一我生病了，我不能够来到你们当中，我可以不可以被替换掉？阿门啊，这是阿门啊，一起说阿门。好，总要有人嘛哦，到没有就是Dr. Guan，你们 Pastor 就要上来。OK， so 甚至是其实每一个服事岗位都非常重要，阿门。但是每一个服事岗位都可以被替换的啊，但唯有一件事情，今天来到神的教会是不能够被替换的。一起说做神的儿女啊，我们会不会来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好像我一样啊，很会做传道，很会做牧师，很会扮演这个牧师的 role， 或者今天我是领唱，我会扮演一个领唱的角色。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一套的观念，但是扮演完其实到最后上个礼拜我前个礼拜我到怡保去，一个蛮大间的教会，然后他的主任牧师在 MCO 当中就过世了，然后就怎么办？没有牧师啊，一起说师母顶了，真的师母就顶了一年多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哦，这个位置是太重要。但是啊，再重要都不是不能够被更换掉了，所以我们要学会做神的儿女。再讲一次，神的儿女，因为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天上，你这个身份，神的儿女是不会换掉的，不会 forfeit 的，不会没有了的，或者到一般 disqualify 了，你要从上面下来的，不会的。好，我的儿子他们说养儿100岁，然后长忧99啊，如果这么长命啊，如果这么长命，真的就你发现就是做他的老爸、哦、做他的老妈，做到你不在那一天啊，这个角色是不会换掉的。所以会不会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很会服侍，但是我们好像不会做神的儿女了。你明白我讲什么吗？你很会做，那这都是重要的。但有一件事是更重要的，就是成为神的儿女，你要学会更般耐嘛啊，我们的国家的俗话，更般耐做神的儿女。OK， 好，路加福音10:41-42啊，我请同工帮我放一放这个经文，你们都很熟了。好，我们念大声一点，一二三。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。”你帮我放我读你的 version。
但是最重要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份，是不能从她夺去的。好，那个时候谁在厨房忙啊？很可能谁在厨房忙？马大哦，谁坐在耶稣的脚前？玛利亚。那马大有没有做得不好？没有。但谁更好？玛利亚啊，玛利亚是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学会亲近神，学会亲近耶稣。我之前讲两个很简单的比喻了。今天有，如果你来到一个书局还有看书吗？如果你来到一个书局，这样有去过书局吗？去过 Aeon 啊，去到任何的餐厅啊，不是餐厅，任何的百货公司，你去到书局里面啊，里面有什么？有卖文具啦，有卖零食啦，哇，书局有卖零食哦，还有卖什么？卖 CD 啦，卖USB 啦，卖 keyboard 啦，不是这个 keyboard 啦，不是钢琴这个 keyboard， 有卖电脑产品啦，卖好多好多，卖 headphone 啦。你进去你就买了一些日本零食、韩国零食，然后去看了很多 CD， 然后你去到，刚才我说去哪里啊？书局啊，但你就不看书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耶稣来了，马大做完什么啊？可家全部做完，做到最后，耶稣讲 ：“OK， 我走了。”他就没有亲近耶稣，那啊就很可惜啊。今天你去到高级的这个餐馆啊，进来开了一些，然后开放过后有不少的餐馆呢、开始再次营业，或者新的餐馆也营业了，你很怕贵，那个餐厅可能啊对你来说贵一点，有的贵很多啊，吃一碟饭要50块，50零几，一碟。普通的饭啊，如果你去大排档小饭中心可能才7-8零几，但是你去到那边50零几，同样的东西啊，然后到最后你去到高级餐厅你就怕贵了，你叫一杯绿茶，但是那杯绿茶也是很贵的，可能要11-12块绿茶而已，不能 refill 的绿茶，然后你就喝了一杯绿茶，很贵的绿茶，就离开了。然后所有的人都吃了高级牛排啊、羊排啊、鱼排啊等等什么排啦，全部吃完了。那你就喝一杯绿茶。那我就会问你了，那为什么你要去这个餐厅？你在家里冲绿茶不是更香吗？是吗？可能你可以用更好、更香、更好的水温来煲绿茶。那今天我想说什么？今天我们。很会做基督徒要做的事，但是不会做神的儿女啊。我们很会扮演不同的角色，这都是好，一起说都是好的。可是偏偏就忘记怎样成为神的儿女。那刚才啊，我在那个位置，刚刚赞美敬拜，我脑里面就想到下个礼拜。我去到这个麻坡，下个礼拜我去麻坡另外一个教会部，我就开始想，下个礼拜赞美敬拜那个音响要怎么样？然后我发现头一首歌啊，有半首我没有在唱，哎，那牧师也是会这样子，我就想很多，然后我就想明天我自己所在的教会Christian Revival Center， 明天这帮年轻人领唱的时候。要怎样可以更完美？我就在想这个，然后再想下去，另外半首歌又唱完了，结果我第一首歌没唱了，然后我就马上回声，我告诉上帝说：“我说不可以这样子，我在做什么？我说我要敬拜神，通通放下，学会做神的儿女。”那圣经说：“好，帮我放一放这个经文好吗？”马可福音11:17，来下一章经文。主耶稣在洁净圣殿后，他说什么？他又教训众人说：“经上不是写着，我的殿啊，一起读好吗？一二三，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！啊，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啊？把上帝的殿变成贼窝？”
他在门口卖那些献祭用的东西哦，不是卖菜啊，卖等下献祭要用的，给你方便哦。我们马来话讲的就是给你适当一点哦，不用特地去自己养，去远远迁到来教堂或者来到哪里来去圣殿来去献祭。我给你适当一点，你带钱来就好了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全部那个牛啊、羊啊、鸽子啊、斑鸠啊，全部预备好，你该给钱了，马上就可以迁去，啊，这样子侍奉方便没有？有果效啊，有啊，好不好？这样的侍奉好啊，哇，你们也不错，你们还有很多 parking， 我们教会没有 parking， 很满啊，park到后面去，千万不要下雨啊，下雨就要淋雨来了，So, 很方便，那这些好不好？你敢讲不好？好多教会都在做这样的事，很方便的，是不是？他们也没有做坏事，我觉得啊，我的结晶啊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做太什么坏事，可能有抽一点油水啦，可能他们做了这一切啊，做了一切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就是第一个最重要就没做。所以上耶稣就说，你们把它变成我最重要的不做，其他不重要的其实也重要了，没那么重要的都做齐了，偏偏最重要不做。最重要是什么？来到教堂啊，答案在上面了，万国。一起说祷告，大声点说祷告啊！我来到这里，今天我讲到，我唱歌唱罢了，我唱得很好听，但我没祷告，我没有 worship， 我没有敬拜，我唱，我演好牧师 的角色，就是没有祷告，我就把教堂变到乌烟瘴气了。可以阿们吗？就是做了全部一二三四五六，就最重要的不做。玛利亚就只做最好的，其他的忘了，有时候少做了。但耶稣说 good。 那今天我渴望不单是你只做一，然后二三四啊，今天啊黄牧师啊耶利米牧师说不用做啊，我没这样说啊，但我只告诉你不要忘记第一件最重要，后面真的没有做到就算了，但最重要就是一起说祷告敬拜。今天最重要，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，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就是要敬拜他，就是要祷告，要爱他啊！你做了这个，其他的你再做就加分了。如果你做了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一样就不做，没祷告，好像我这样，我为什么事情思虑烦忧？为什么我们会越服侍越烦？那人越服侍越烦，因为就做了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一样就不做，所以很烦哦。如果你做了第一样，后面万一漏了做，主恩够你用，主会帮助你，然后你慢慢学，慢慢越做越好。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教会主的殿会成为贼窝？我自己的诠释就是，不是少做了什么其他的，所以教会不够复兴，教会有时候没办法经历神，或者神儿女没有办法经历神，因为哈，一个家里面我们没办法经历神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学会做老板，我学会做老板，放工回到家还是老板。就是不会做爸爸，我说我不会做老公，不会做儿子哦，这个不能够被取代的角色，但是就是很会做老板，做那个行的专 profession。我不是在骂你啊，我是在讲某一些人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来，
你会发现今天，我们来到神的教会，我们会做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不想来教会？有没有在服侍我今年服侍第14年？有没有越来教会越不想来教会的？有吗？啊，有，感谢主，今天绝对不是了啊，因为今天你还有来。好，我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？有啊，我也试过。那我何时会不想去教会？很简单，我就看人。今天我对你笑，嘿，他不对我笑的，啊，我们在买那个笑，我卖笑给你啊，你一定要跟我笑回，马上买卖。我们不是收重爱，撒种爱，我们是买那个爱。我们希望可以，我对你笑，因为我买嘛，我用我的笑来买，你要卖回那个同样的笑容给我。神不是用这样的方法，神是用撒种，一起说撒种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教会，如果你是先看人，你看设备，你看讲员，你看天气，你看活动，你看团队，你先看这些，但是你不是先看神，你不是先来到这里就是纯粹为了来敬拜上帝，你会越来越不想去教会，你会经历不到上帝，因为你没有把祭献给上帝，就没有福分会下来。但如果今天我们把看人、看设备、看讲员、看天气、看活动、看团队、看什么，其实它全部放后面一点，一起说后面一点，先看神，哎，你会越来越蒙福，一起说蒙福。不可能你会不兴奋的，你一定会兴奋，你会越经历上帝越多。那保罗他说他来到神面前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所要得着的，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我所要得着的，他向着标杆直跑，他的标杆是什么？我所要得着的就是被你得着。我用很白话的来翻译保罗的话，一起说我所要得着的，不是得今天人怎样看我啊，教会怎样对我啊，哦，今天教会今天音响啊，绝对比上次好，很更好了啊，更好。那但我最重要得着就是被主得着，一起说被主得着，这就是我最想要得着的。所以唯有这样子，你就会不断想去教堂了，你就不断想去聚会了，你聚会不会累了。好多人其实在疫情前都还有去教会，是不是？疫情后啊，我去了50多天啊，我有资格讲这样的一个小结论，有60%的回来了，感谢主，还要给掌声鼓励啊。上次是50%嘛，现在多了，然后还有很多新人来了，那40%去了哪里？不见了。为什么会不见？因为其实在疫情前有来，其实都不大想来的，但又找不到借口，因为每个礼拜都来，啊，硬着头皮来，硬着头皮敬拜，啊，硬着头皮唱歌，对不起，硬着头皮唱歌。然后一 MCO 过后，哦，不用来了，感谢主了，有借口了，直接不消失了。所以今天你还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来，最重要就是这是万国祷告，一起说祷告，祷告的点。所以我要来到教堂，我要崇拜，我要来敬拜和祷告，这是我第一件做的事。其余的我们可以越做或者一步一步做得更好，但这一件我必须要做好，就是祷告和敬拜。好，服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服事中什么是，我是说最重要，我不是说其他不重要，我一定要 很强调，因为我希望今天我分享完过后，你服事会喜乐，服事要喜乐。 OK， 腓立比书1:15-17，我请同工帮我放一放这个经文，我们读大声一点了。好，下一章好吗？ OK， 好，1、2、3，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和纷争，但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。来下一章，下一节。
好，这些人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派来为福音辩护的。下一章。那些人传讲基督，却是出于自私，动机并不纯正，只想加重我在捆锁中的烦恼。为什么他写捆锁？因为腓立比书保罗是在监牢监狱里面写的。下一章。做监督的资格。好，应该还有的，来再下一章好吗？所以不是这个了，他没有放到，不用紧。好，可以，可能这个version有一点不同。好，这边有一句话在和合本里面，他说这有何妨呢？一起说这有何妨呢？然后在我的圣经里面，他后面他甚至有一段话，他说或是传福音假意，或是真心啊，这是好的哦 ，positive。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耶稣基督的名终于传开了。为此，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今天，如果我是伴唱啊，今天的伴唱跟领唱都很好，给他们掌声好吗？如果我是领唱，如果啊。我传讲耶稣啊，我唱歌啊，传扬耶稣基督的名。其实我是在比赛，我要表现我自己，所以我今天我唱歌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，特地的唱的更厉害一点啊。结果我唱了以后。哎，很有经验的服侍者嗅一嗅那个味道，这个人在 acting 吗？是不是 在表演？他都不是在敬拜。但是隔壁也会发现，一转过去他就在哭，称颂耶和华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然后你就看着他， 你信主五六年了啊，那个刚刚来教会，你望过去太单纯了，会不会？我这种很尖的，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表演，他不是在敬拜的。但是隔壁那个就感动我。今天啊，有时候如果你来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祷告，你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敬拜，真心的。表演的都不能拦阻你真心敬拜上帝，阿们。这有何妨呢？一起说这有何妨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会说，你看那个基督徒，他在 做生意啊，也是这样啊。我这骗人少少，找少少油水，他找这样大。哦，牧师，你骂他，别骂我。哦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我只是灰。那你就是说啊，我灰就不是白了嘛，我只是黑少少，他黑了，我只是个那我们就在批评啊这个啊那个啊那个啊，然后他自己也索性不要了。那保罗啊，他一些说他看得很开呀、啊，一些说看得很开呀、啊。信主越久，不要越信越蒙塞。是啊，我们会越信越尖啊，阿门啊！也知道哪个是表演，哪个是用心灵诚实。哎呦，那个恩高都知道。那这又何妨呢？神如果要触摸你，若你是真心敬拜上帝，有什么可以拦阻上帝 的福音传开呢？也就是说，啊，看得很开。顾好自己啊，你今天来，我今天来这里首要目的不是管台上的有真心假意，还是旁边的是单纯的还是真的，我来就是要祷告，所以我把我的心摆正，我做我一定蒙福，神会用最快最快的方的时间，他迫不及待恨不能马上祝福你。当我们的心一调，我们敬拜就很香了，那个味道。你看我第二首歌，我心调回来了啊，我就唱了。
我就觉得每一首歌都好美。我一敬拜，然后马上我就有一个感动，你给我最真诚的敬拜，我这个礼拜神一定又有礼物要送给我了，神又要祝福我了，阿们。所以神耶稣基督他注重什么？他注重大使命跟大诫命。一起说大使命大诫命。好，我们会不会越服侍 我特别对信主超过两年的人讲啊，会不会越来越计较那些繁文缛节，然后越来越斤斤计较？或者信耶稣会不会信到一个地步，只是想到耶路撒冷然后忘了地基？我们全部都是这样。不，今天要把这些框架全部打开，或者看开一点，再讲一次，看开一点。哦，不要去抓那些其次的东西。所以服事里面什么是最重要？最重要就是我有祷告。一起说我有祷告。然后第二个其实也是一样重要，基督传开就够了，阿们。基督传开了，哈利路亚，哇，单纯的被上帝触摸了，感谢主，我就为着他感恩，然后我自己敬拜。那如果台上的是有恩膏，这都不是最重要，是其次，但我们给上帝更多的感恩。哦，今天台上的今天这个讲员很有恩膏，很触摸我们的心，你就 extra 的再给上帝更多的感谢跟赞美。好，更重要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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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去想，今天你为什么要生活？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你留意我的 Facebook， 我近来都在讲一件事情，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怎样教你的孩子？为什么你要努力？因为要过更好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更好的生活？怎样定义更好的生活？如果你孩子过他觉得更好的生活，气死你了。他更好的生活就是他不理你，他就更好了。他拿到更好的成绩，结果他又拿不到，他一直想拿，他又拿不到，然后他永远只在依靠自己，他在想办法，想东想西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生活真正的目标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今天过后你们要大大声说荣耀神。一起说荣耀神。拿不拿到好成绩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荣耀神。赚不赚到那个钱不是最重要，赚到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赚不到你都要荣耀神，因为荣耀神，神就会赐福给你。从哪里赐福？一起说从上头来的福。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人来帮衬你的生意，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蒙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多人想帮你，好多人想亲近你，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仇人变成你的朋友。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？不要教导你身边的人，你的努力的目的就是要过更好的生活。基督徒你要学会讲这句话 Choi OK。 不要像世界所有的培训，我告诉你所有的生意啊，他们礼拜天都有崇拜的，现在他们都不放拜六，全部放礼拜，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信仰。我不是说做工不好，有时候那种信仰是世界给的。告诉你，你努力达到那个 target， 累积那个分数，万一你累积不到，那个是会可以被替代的，结果那个分数就 drop。 但如果你讨神喜悦，讨神喜悦，讨神喜悦，把财宝记站在天上，讨神喜悦，在神的布置上，在天上的产业没有虫子咬，不会朽坏，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阿们，不会掉的那个分数。但是我们做 sales target，
会跌的。所以你一直要做，一直要做，逼自己做，然后再逼你旁边的人跟我一起做，跟你自己讲 If you say you can, you can。 但是圣经说什么？他说在神凡事都能吗？他不是说你讲可以就可以，他说 你信神，神就在神的人凡事都能。所以我们要累积什么？基督徒为什么很难经历到神？因为我们的 belief、我们的信仰已经是外面的那个信仰课程加下来，然后你又加给你，又传给你的孩子。你要努力啊，不然改天做乞丐。同样的 message、你不努力你就不能过好生活。所以我们把这些 second grade 的东西传，然后他永远就靠自己，永远要上许多上不完的 course， 永远经历不到上帝，然后他最后就永远都不会快乐。他的快乐都是假的，搬出来的。这个世界教我们什么次等 的价值观。我告诉大家，上帝怎样调我的心，我的心的 alignment 有时候走下走下，然后服事会走的，会歪一边，要调的。当我服事不顺利的时候，我身边的朋友啊，非基督徒啊，亲戚啊，长辈就给我好多意见。你服事啊，我也不反对，你们教会服事也是一样的。如果 我教你几招。第一，假笑，一起说假笑。然后我们来到教会也是心里很生气，是不是很硬的我。然后还有另外一招，他说如果你不要假笑，你要真一点，真臭给他看，臭对臭，告诉给他知道我不爽啊，是不是这样。结果我真的用，哎，耶利米都用，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不行啊，一直说不行。然后上帝的灵光照我，他说孩子你要真笑。真笑是什么？真笑就是要原谅他，kindness， 再讲一次 kindness， 良善，真的良善。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吵架？因为三样东西嘛，抓的其次，这三样东西很重要啦，很重要的。这个在事业里面是最重要的。第一个是钱，一起叫钱，不是？第二就是权，第三就是情，就是关系啦，人脉啦。第一个是钱，一起说钱。第二个是权。第三是情，关系，人脉。怎样维持那个关系？两招嘛，假笑，另外一个真臭，很般耐了，出神入化了。这个我们从外面学了，我来教会又用了。然后就经历不到上帝，越来越臭，越来越臭，越来越假。那最后就我就换一个方法，我说上帝好 OK 了哈，那些老前辈是这样教我了，但是耶稣我试一试你的，我都洗碗了，然后我试你的可以。那我要真相，我要做什么？第一，不讲钱，意思说不讲钱，我吃亏不用紧，我给我拿少不用紧，我不讲钱，我出钱，我不讲钱，我不拿钱。开不开心小组长？如果你的 会有做工啊，全部是自己给的，都不用 claim 教会的。OK， 第二，权力放掉，我不讲权力，我做就是了，我做。那主耶稣啊，他说也是在腓立比书里面，他说他倒空自己 emptied himself，
我们为什么要把水倒掉？要装更干净的水嘛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不是，我傻了，在腓立比书二章，他 emptied himself， 然后他说倒空自己，第二句取了奴仆的样式，一起说取了奴仆的样式，不是取了王的样式。今天我们要倒掉，我们倒空自己，然后我们就，唉，不要这样颓废，不要这样颓废，不要这样看做那种很低贱的事，然后我们放掉所有的负面的情绪，然后我们要第二天去公司，就我们取一个更高的权力，更高的那个形象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主耶稣不是这样，他倒掉好的，他拿什么 slave， 然后到最后腓立比书二章后面说什么？上帝就把他，上帝亲自把他升到至高。你敢试吗？我跟你讲，试一试好不好？是不是跟世界价值观完全不同？今天一起说，不讲钱，不讲权，没关系，你就拿吧。我在公司，在哪里，在教会，我不讲权，我只讲祷告、敬拜、服事，其他有就 extra 了，没就没了。然后最后那个关系就是要真孝了，真良善。那这才是你，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子，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子，你就会喜乐，一起说喜乐。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你快乐吗？你服侍？什么叫做怎样的人服侍会快乐？经历神，一起说经历神。经历神就要用神的方法了，唯有用神的方法，那个天窗才会打开。所以我要再考一考大家，最后啊，你不能够被替换，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？在这世人里面，一起说神的儿女。有一天我可能不是 pastor 了，我可能的，我死了到天上还叫 pastor， 不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名分是要放的，但神儿女要把神儿女这个角色扮演好，好不好？那神就会祝福你。不要会扮演的其他全部角色，就是没有扮演好神儿女的角色。第二，为什么要来教会？一起说祷告、敬拜，然后服事，最重要是什么？这有何妨呢？一起说这有何妨呢？或真心或假意，别人哈，这有何妨呢？我就专心祷告，就敬拜就好了。那最后一起说真孝，真正孝一定要放掉钱、情跟权力，真的放下，然后神的国度就会为你打开。阿们，阿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请Brother Raymond 帮我弹一点点音乐好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些道理是很简单的道理。今天你回到家中，不要忘记对你的孩子，你告诉他，爸爸妈妈，或者如果你是哥哥姐姐，我不求别的，我只求你做好一件事，你一生活着，你就做好这一件事，荣耀神。读书荣耀神，服侍荣耀神，做工荣耀神，然后看神为你打开天窗。哈利路亚，苏库拉巴拉山度，哈利路亚，苏拉巴拉卡山度。希利亚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站立起来。哈利路亚，苏库拉卡山度。
今天的道是很简单的道，但是这篇道提升我的心，真的这篇道神透过每一天早上的祷告晨祷不断光照我。今天我跟你讲的道都不是我直接要对你说的话，都是神光照我，都是我本来做不到，但是神在 tune 我的心那个 alignment， 他把我摆正，然后我去到教堂，我去到工作，我在家里面，我的心就快乐起来。哈利路亚，苏拉巴拉巴拉西里安托，库拉巴拉巴拉山的西里亚达拉卡什，我们唱啊那首我心切切渴慕你。西基利亚达拉卡山都，库拉巴拉巴拉山都，西里亚达拉山都，库拉巴拉西里亚多罗西里亚达，库拉巴拉山的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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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什么 key 啊？G sharp 吗？给我 D 了，那 D 就可以了。我心切切渴慕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完全属于你，只愿更多与你相亲。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让我们像小孩子的样式来敬拜上帝。我心切切渴慕你，干旱疲乏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完全属于你，只愿更多与你相亲。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我要永永远远，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
上我们的眼睛。哈利路亚，我告诉主耶稣，主耶稣再次把我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。主啊，今天好多事都很重要，马大没有错，但是上帝，我们今天暂时都放下，今天我要好好的来敬拜你。今天我的敬拜暂时放下一些技巧，我要用最真诚最单纯的心来侍奉你。主啊，今天甚至我的侍奉也不是去计算有谁得到多有谁得到少，或者也不是别人会怎样看我，我所做的事只为了要荣耀你。主啊，这个分数你都记载在天上，这样的辛劳都记在天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做的事并非要马上换来什么，只为着要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今天再次打开你的天窗，主啊，来赐福给我们。亲爱的主，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如果用了一切，那就不看书，好像去到书局一样。主啊，就很可惜了。但是今天主啊，愿你来得着我们的心。主啊，别人是假意是真心又有何妨呢？我只希望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。为此保罗说，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，这么简单就欢喜了。保罗，亲爱的主，再次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，亲爱的主，明天不是我去争取多少的生意而回来，我只尽力做你要我做的事，我就快乐了。明天我就快乐，后天我就快乐，我的生活就快乐了。我的生活不是要达到目的地，或者达到一个 target， 这不是我的生活目标。我的生活目标就是要荣耀你。我只是想听到一句，你称我为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就够了，主。然后我就看你怎样为我的生意，为我的工作打开人所不能开的路。主啊，再一次给教会，给你的儿女们一颗单纯的心。主啊，今天在台上我也暂时放下这个牧师的身份。主啊，我就是要像你的儿女，我就做你的儿女，做你所喜悦的儿女。主啊，愿你大大赐福给我们。感谢主耶稣，我奉耶稣的名要祝福 Sermon Life Assembly 每一个你的儿女都是快乐的儿女，都是喜乐的儿女，都是天天经历你信实慈爱的儿女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大家请坐，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牧师。来，我们给上帝热烈掌声呀！做上帝的儿女是蒙福的， Amen。 做上帝的儿女是无忧无虑的，因为上帝担当一切， Amen。 哈利路亚！那我们做个这个结束祷告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上前来啊！我们做这个结束祷告，需要祷告的，我们的牧师杰利米，牧师有人祷告，是教会领袖。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，让我们放下一切我们的。责备成为你的孩子，那是多蒙福的。孩子是天真无邪的，有个单纯的心来仰望你，上帝。我们永远要做你的孩子，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孩子。哈利路亚，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，我们永远记住。上帝，你把你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带回你的家，那些失散的孩子。重新给他们得力，来到你的光明，从黑暗重新给你祝福，重新给你爱
给重新给他们的爱，重新保守他们，重新供应给他们，重新使他们得力刚强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把你的孩子交托在一个星期里面，让你的指引，让你的爱，让你的带领跟随他们，你的怜悯，你的爱永远不离不弃，使他们成为世界的光和世界的，使他们成为你的福音的管道。哈利路亚，就是这个你要他们做的，上帝，我们也要做，因为我喜爱做，因为我们是孩子，我们不怕，我们有你支持我们，我们有你来恩膏我们。如果你是为我们的，谁能抵挡？哈利路亚，我们把你孩子交托，你来祝福他们。哈利路亚，使他们不一样。哈利路亚，使他们充满你的力量，充满你的恩膏，充满你的喜乐。谢谢你，把一切交托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来上前来祷告啊，当然也想把你们上前来讲有什么需要的。上帝祝福大家，过一个蒙恩又蒙福的周末，阿门。Thank you.